波攻势打得比较凌乱，阿吉做一个假动作，杀到禁区来做抛投，一上来就有贡献。阿吉外围出手，三分球进，阿吉还是够稳。球队。林俊杰切入禁区高抛投得分，49-58，转换攻击，阿吉选择禁区突破，拿下这两分。赵顺义差点把球抄掉，阿吉快攻得分。哇，工程师球队的 X 因子啊！哇，这个助攻也是特快传出来的。但是在另外一端，阿吉马上。得分都不高，那在第四节分别只攻下了6分跟7分，中距离急停，林俊杰还是攻击把握度最高的一位。